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颗世界都变心，回去谈何容易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新一。今天呢，这期 Vlog 呢，我准备给大家展示一下更多不同的自己吧。第一项，我感觉就是说，你们可能想不到，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准备挑战一下土口相声。下面呢，我就要找我的东北海尔兄弟，你们能猜到是谁？我们一会儿见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创造营的青年演员，我对，是李欣。我是李新一他哥高家朗。哎，对，哥呀，其哎，实我来到这儿，我感觉啊，我跟创造营很多的兄弟比啊，家庭条件吧，稍微差了一些，这你这差了学很多大多。个温儿啊？你这学温儿这条件呢？现在吧，天儿太热，在家里待不了。确实，真的，我家前两天热到什么程度？你家那么热吗？我家前两天热得快炸了。那你开空调啊？那你还能烧锅炉啊？给家点褥子呀？不，你没听明白，你那没咋听没明听明白，白了没呢？听明白，哥，你靠左边，你别插话，我跟大家伙聊会天成吗？我今天好不容易跟大家伙唠会嗑，哎，你还不让人说话了？别，那你聊你的，你聊你的。我跟大家讲，现在吧，天儿都知道夏天嘛，热到什么程度？开我家空前两调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开空调，你热了就开空调，你有病啊？这一句话在这叨不叨叨叨这么多遍呢？咋的？买不起空调啊？那你买个那种旧的、二手的那种，就是它一带摇把，就带风的那个。我买电风扇有用吗，哥？不是，你没听明白，没听明白，你别说我话。怎么没听明白了？那你说你的，我不说话。你别说话，没听明白，你先别说话。我跟大家伙好好聊会天成你吗？你说在边你上的吧。呗，你说你的。我跟大家说，前两天太热了，我家热得开空调，怎么的？我就喜欢空调。有病啊！这一句话搁这叨不叨叨不叨，搁这叨不三遍呢啊！烦不烦？那热了不开空调干啥呀？我最后再说一遍。你说你的，你前两天你是不是热？是不热是热？热，前两天是不是热？我对，家里热到什么程度？怎我么家里热得快，烧水的热得快炸了，跟这有什么关系？跟这开空调有什么关系？你别生气了，你热得快炸了，你就说热得快呗。烧水电热棒热得快，嘣隆炸了，吓我一跳。你在这开空调，开空调，我上哪开空调？我家里有空调。话也说不明，热的快炸了就说热的快呗。哎，再说了，那个大弟啊，你那个热的快那玩意儿就别用了，哎，可危险了。那这别生气了，那哥明天给你买个电水壶好不好？说我家没空调，我家里再跟别人家稍微差那么一点，我家里也有空调啊，气死我了。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优秀演员，但是这期跟往期不同，这期呢我演的是男孩，上期演女孩，我在看大家的对我评论好像都有点不太对劲儿吧。我大家告诉你们什么是男人，什么是男人气，你们等着吧，一会儿见。你别动，身手还挺利索。我也藏过零食。你们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，怎么总在纸醉金迷？我不像你，我光明正大，我要的泡面呢？那我要的火腿肠，想必也是没有带来的。你啥意思？平时爱把火腿肠泡到泡面里吃？给我一次机会。我怎么给你机会？以前我是个胖子。但是现在，我想当一个瘦的。那你去问问拳馆，让不让你当这个瘦的？那你是想胖死我？其实我是拳馆派来的卧底。你不说，谁知道？这，你们个零食。就给我干死了，白叫他一声大弟了。咋样？我说了吧，这期好好给你们演个男孩。哎呀，说我呢？那得是吧。平时朗哥就喜欢泡面、火腿肠一起吃，把他最爱抢走了。行了，那下一个你猜猜，我要干什么？
我先不告诉你们。你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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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猜猜。好了，一会儿见。看什么？其实呢，这个 vlog 呢是我总决赛之前的最后的一个 vlog， 还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，但是都在这首歌里。我喜欢你冷冷态度，喜欢你的小招数，喜欢你说话语速，陪你逛街买衣服。我喜欢你的小糊涂，想要牵你过马路，不用走太多地图，下一站就叫幸福。这首歌你们喜欢吗？那我们就6月8号总决赛见。我的唯一们，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我会继续加油，拜拜。